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楼主翻嚟继续玩 Ori and the Will of the Wisps， 系啦，真系唔记得咗叫咩名。上集我哋揾翻小黑啦，而家可以系啦，可以咁样飞，点揿？唔记得咗，我已经唔记得点控制啊，咁样揿系啦。咁之后我哋系俾嗰只大嘅雀，好似追杀咁。哎呀，咁我哋又系要小心。其实同上集俾只猫头鹰追系有少少类近啊个情况，哇！突然好难控制啊，呢个得唔得啊？好似好危险。哎，我而家过树嘅另一边，但系冇用噶噃呢度。系啦，上唔到去。咁点解要俾我跳嚟呢度呢？是但呢度上就冇用嘅。哇，好难控制，好惊啊！诶，系啦，可以补血嘅呢啲。我好惊嗰只嘢又突然间嘣一声弹出嚟，哎，攞翻入啲啦，哎，仲喺度慢吞吞，都估到你嘅，慢吞吞唔攞做乜鬼啊？俾人发现啦，而家点算啊？哇，吓，又分开啊？哇，啱啱遇翻嘅喎。哇！哇，点算啊？快啲走啦！之后再遇翻啦，你走先啦。吓，咁点啊？唔好咁得唔得啊？啱啱遇翻又分开，仲要而家影到咁样，好似佢会有事咁。呢度边度嚟噶？我就咁跌咗落嚟，唔俾人跳添。而家可以跳啦。都系跳落去嘅啫，我可以点啊？呢边冇嘢，硬系咁嘅。明明咧条羽毛都摆咗喺眼前，系要喺度咧，唔知咪咪摸摸咁样。哎，而家搞到咁样啦，你话点办？哎呀，喺度点啊？晕咗啫，你系嘛？冇嘢啊？吓？搞错啊！有得复活噶之后。点啊？你哋系咪有办法啊？帮帮手啊！点解会变成咁？
系咪呢个光可以复活佢？你喐得喎，咁点啊？我而家系去追住嗰个光球先。咦，青蛙大王喺度嘅，你有冇办法啊？青蛙大王，我为你嘅朋友感到悲痛。森林声音已经尽咗所有努力，但系佢嘅光芒仍然好微弱。这个黑暗世代让太多生灵受苦了，越是弱小受苦越多。威洛油尽灯枯时，光也粉碎了。威洛是谁？精灵消失了，我们的土地陷入衰落。哦，即是这个就是之前为什么一个森林会衰落的原因。光的碎片散落在各地，被削弱得只剩下一股股幽光。如果没有人照管，光将会永远消失，这个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但在摩奇族的帮助下，我找到他们当初掉落的位置。森林记忆束缚在北方的冰箱之中，森林的双眼就遗失在南方的黑暗中，森林的力量就在西方的水之中，即是我要去这几个地方了。心脏就在东方变幻无常的沙之下，我要去这四个地方，以及同你一同旅行的森林声音。单凭其一何其脆弱，之后佢睇唔到。如果讲有咩可以复原一切嘅伤害，就只有幽光嘅意志。我不能再躲在洞穴里了。我亦都会加入一场搜索行动，小家伙。再会啦，我同摩奇族都会尽量帮助你。尼奥，攞去吧，佢能协助你走得更远。哦，那个羽毛啊，我们会在这里照顾你的朋友。滑翔和御风飞行，唉，真是。咁即係而家我係要揾埋其他嗰幾個幽光啦，沙漠、迷失月天堂。咁而家點呢？應該係我哋自己可以自由選擇啦，去邊度？左邊有個礦石，睇下攞唔攞到先。唔系，我而家喺依度，我唔系喺嗰度。下面水嗰度唔知点去。定我哋去咗右边先？唔系，应该去咗左边先。好失落啊！一时之间我谂唔到应该要做啲乜。睇下先。水我未去到，
雪山咯，系嘛？好似系依度嘛，下面都有路嘅。啊，跳落水睇下先，唔知道想点啊！而家搞到一息间，你话嗰度有个金光，哦，原来依度得攞咗，走，快！好啦，跟住左边，我仲要特登经翻呢条路，唉！我哋摩奇族觉得好难过，詹少尼克攻击咗小猫头鹰，布欧洛克的逝去也让我们无比悲伤。好高兴你愿意帮忙，但我哋有点担心。唉，呢度落，系啦，嗰度再落去睇下有冇路。但系之前咁辛苦上嚟，而家我咁样就落翻去。阵间如果原来唔通嘅条路，要我上翻嚟，我咪濑嘢。冇计啦，都系尝试噶啦。喂，顶你啊！咦，我多咗泼线呢招喎，令佢转咗我个攻击模式啊！我要换翻先。用剑咪 X。如果我有得泼线，我就可能唔射箭住。但射箭好似都常用，其实几招都常用，我点搞啊？用风吹走一个物件，暂时咁样先啦。即系而家我变咗唔可以用锤仔，真系觉得有嘢要打烂先至转咯，唯有。嗯？我冇理错啊？黑暗来临的时候，富欧洛克派出摩奇族查看这个咩？点读啊？灰林深处啊！咁而家佢派我哋嚟帮你打开大门，因为有光迷失喺大门内，孤独嘅光。好，开门！我而家落去救嗰个光，里面好暗，只要你嘅光够亮，就能找到它。咁样开，我哋会等你，要离黑暗远啲啊！佢跑得好快，佢会咬你。黑暗，即系有只黑，有只黑暗怪咁样啊！嗰度点去啊？感觉好危险啊！喂，喂，顶，阴咗，喂。好啊！一落嚟系咩人打？呢度明显系烂咗啊！
个系，咦？咁得意，掹落嚟咁样捉可以，有矿石喺上面。怎样上去啊？但系，哦，前啲系嘛？我唔知喎，其实唔系喎，系依个位喎。哦，咁样，矿石紧要啊，跟住再直去。森林雙眼就墮落在這個令人目盲的夜色之中，這片森林一向陰森，但衰落令這片暗更深了，亦都更危險。好，過對面先。嗯？ What's it? 什麼來的？跟住佢先。哦，佢会show翻个光俾我。但系嗰个左边仲有路，佢而家点咗我翻去。我想翻转头咁点啊？其实都睇到嘢嘅，冇佢都唔得喎，死啊！直头搞错，等先，呢度有嘢，我要换一换技能，唔用。唔得，破唔到啊！怎打開啊？應該是一定要反方向。哇，如果沒有光就會死的，這裡很危險啊。OK 的，暫時那裡都有得潛水，但我想可能要個地圖光翻之後我才去得到。唉，好白痴。要兩個 keystone， 我好像得一個。哦，啊，我要点啊？即系我要斗快啊！试下先，真系喎。好恐怖啫！右边系咪有嘢？冇，落去先。一定要逐步咁嚟喎，右邊係咪有嘢？哇！真係，哇！有嘢俾我打住先都好過冇喎，真係。哇！仲要有啲鬼咁嘅聲，呢個好似打得爛喎，點搞啊？唉，等佢有冇得光翻先啊！大鑊，我上唔到去啊！唔好啊！
哇，顶啊！好难喎呢度，我最憎呢啲即死嘅环节咯。大镬！哇，争啲，佢嗰个位棘我啊！黑人憎，正正经经唔得嘅嗰啲位啫。好，咁我而家有两个 keystone 啦。系有啲难玩啊！呢个阴暗嘅地方。呢度唔去得啦，好明显。得攞，即系佢系照嗰啲光落去下面。诶，好难控制，精灵冲击打唔爆嘅。呢、這个都冇乜用喎，好似咦，有啲光啦下面，咁就好啲啦，系嘛？但我冇得咁样跳翻落去，我成日想打啲墙咧，咪打得烂。哇，咁都中！咁而家下面光咗。跟住去翻依边啊，应该就系啦，系啦，有啲光啦，哇，好惊好惊，佢啲音乐仲要都有啲恐怖，打唔烂嘅，喂，哎呦！哎呦，是不是这样的、啊、
有是但啦，攞咗要攞嘅嘢就算。哇顶啊！呢个睇穿咗我添。过咗对面先，呢个系点啊？我唔好咁恐怖咁啦。哇！中伏。咁呢个位系要点呢？哇！即刻死咗。右边系有路嘅。睇唔通啊！系咪咁噶？我而家喺边啊？好乱啊！喂，他妈的！仲可以喺嗰边过嚟？咦，嗰度有个 safe point 喎。好。都挺麻烦。你咪跟返佢走。等我喂。就是这样。喂，下去下去。咁左边呢度就系要 keystone 啦，我冇啦。其实中间应该都仲有啲嘢，但系去唔到啊！个黑暗令到去唔到，应该个地图光翻晒之后可以去。我深信系咁样。哦。死了呢度要有少少鬥快，佢系特登兜咗一次圈，其实系俾我去攞嘢嘅，应该我相信系啦，攞到，然之后追翻佢，系啦，天才，好难唔赞自己，又真系太劲。难玩噶，呢度真系，你估我讲笑？但我，我应该翻转头，我傻咗，我攞咗两个 keystone， 我仲走过嚟做乜嘢？喂！
跟住系咯，过翻隔篱啫嘛。希望呢个地图快啲光翻，我想探索一下呢个地图。上面可能有啲嘢执。睇下先，引导我啦！哎呀，唔好走啊！喂，追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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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塔马的，佢应该系帮我上翻去啊嘛。系啊咯。哇，上唔到，睇下先，应该真系纯粹上翻去地面。咁我哋行呢边先啦。大鑊，撳錯嘢咯！我呢啲就係點啊？依個位，我 get 唔到喎，做咩啊 ？What？唉，快过去，系咯，佢都系要嚟呢度啫。哇，好难玩真系。跟住又去边啊？左边呢度有啲光，呢度系咪有嘢执？唉，唔敢乱搏，顶佢。喂，攞完要翻落去嘅，即刻早讲啦！但我知道要去边咧，右边。好，嗰度可以上翻去，但我而家唔应该要上翻去啊嘛。睇下先，呢度有得上，哇唔得，唔够快。但系嗰度上翻去，咦？又嚟要依度开始啊！顶你！唉，俾多少少时间得唔得？喂！屌！
喂，好大鑊喎，咁樣。又係呢啲最憎就係即死嘅。喂呀！少少失手都唔得，佢真係難玩。呢啲呢個位置係難玩嘅，有翻上集嗰啲難度喺度。喂！系咯，上翻上面啫，得向右，可恶啊！嗱，呢度有翻光好啲啦啩。其实系咪应该要借嗰啲嘢跳上去咧？冲动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冇问题。但系呢度我冇办法上去住。呢个又点啊？啱唔啱噶？呢边好乱咯，但系嗰边有矿石，我想落翻去。我要落去，诶，呢度有光，前面咧我睇唔到有光，诶，好远喎。喂，攞到个矿石，唔使睇呢个。喂，到啦，搞错啊！矛啲啊你！劲狗，唉。黐线！喂，唔好咁恐怖。啊，上翻去，得呢度有啲光嘅。呢度系点噶？哦，咁样兜个圈过嚟，但系过嚟呢度咧，之后咧，跟住你先。哇！你带我去边啊？好惊喎！咦？有得吸收啊！呢度我系咪可以自己发光啊？
新能力，用光环嚟伤害敌人。边招啊？冇啊！哦，依个试下先。哦，但系佢就会不断咁消耗嘅。明白晒，咁即系其实我都要斗快，即使有依个技能，因为佢系不断消耗紧我啲魔法。我可以点样 recharge 翻咧？系冇得 recharge 啊！呢个可以 recharge 唔可以，然之后就上面呢度咧，啊启动底座呢度，即系又有赛跑啦，系咧个赛跑就是我头先 low save 嗰个，之后系咪会光翻个地方？等佢光翻我先挑战得唔得？喺呢度。应该就要咁样兜落去，就咁样兜上嚟。跟住我哋要去右边，咦，又系你？系啊，买地图，我依边啊。Manush， 呢度令你毛骨悚然。系啊，我都觉得。一方面随住衰落而嚟嘅黑暗太怪异啦，另一方面同隐藏喺黑暗中嘅生灵比起来，黑暗还比较好。要买地图吗？买。多谢你啊！哇，原来系咁噶。咁我应该系系咯，我要行呢边啊，我呢度要上去啦。即系你话我知，原来呢度系买地图嘅，净系我顿时觉得而家自己喺危险当中。喂喂，冷静，真系唔掂，我先用过自己个光。咦，唔系依边，我都系行错咯，过翻去嗰边，好行错咗路，奖励你翻转头，哇，我白痴咗，好惊，喂呀，唔好咁，佢嗰个碌碌制啊，真系好难，好。
香油。你系咪带路？你唔系，你带翻转头得啦，靠我自己啫。但我哋要快咯，如果靠自己就上面有，但我冇办法上去。可唔可以帮帮手？佢唔帮手。哇，去边噶呢度？我咪去咗啲唔应该去嘅地方。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攞那个？是的。哇，不行，一定要再这样来过。好看他都多蓝色给我补回。但现在有这个光的技能就差很远。系啦，再上去。呢边系翻转头。应该未使咁样翻转头住嘅，上去喂，哇！真系估估下，其实成个地图我都系。好，咁啊，开翻个地图啦。咁我可以喺嗰度 save 个符，应该唔使啩。是但啦，系。真系真心系难嘅，我觉得呢度唔系假嘅，系真嘅，我觉得。呢度光翻，但系我谂应该有个大佬要打下，系咪啊？或者有啲机关，似有只大蜘蛛要打喎呢度。嗱，佢行路减速啦，有片睇啦，即系有嘢打啦。好多蜘蛛仔。个光就系俾个蜘蛛网包住，哎，真系有只大蜘蛛啊！哇！啊，系咩啊你？啊！打嘅机会都冇啊！我打嘅，哎哟 ，what？叫增援，其实我唔系好知做紧乜，但系总之我系咁打佢，我唔知佢嘅攻击判定嘅位置。喂 ，what what？ 哇哇哇！喂，咩事？点解我会死咗噶？
哦，要揾嘢企啊！我要嚟打噶嘛，唔系走噶嘛，系嘛？唔系喎，好似黐咗线，咁我哋走啦。吓？即死 ？Why？ 呢度系斗快啊！原来玩，我唔知喎、啊。哇哇哇！哇，黐线！我好憎呢啲一踢嘅话。 喂，系咪喺度再打一个？系，得唔得？打我唔惊你啊！哦，肥咗，打扁你同你讲。 用衣招你，斗啊！杀边个杀边个先，耶、yeah. peace。最尾系我赢。哦，咁啊，救翻呢个光出嚟啦。唉，哦，冇事冇事，哇，佢只眼变翻。 变翻善良嘅眼啊！我几惊佢以为系死咗咁样。哦，佢已经从遮蔽嘅心智腐蚀中解脱啦，佢变翻善良嘅蜘蛛啊！深渊上方嘅黑暗终于可以消散。 所有生灵都需要光赋与平衡，即便身处地下的我们也是如此。咁成个地图光翻啦，系嘛？我嗰下个心嚟一嚟，我以为佢又系整埋晒嗰啲杀咗只蜘蛛王之后啲蜘蛛 B B 出嚟喊咁样咧，劲狗嗰啲。好彩佢又唔系咁。 但系依度都惨啊！小黑，我觉得小黑系会复活嘅，我系要点救佢啫？只系精灵，你必须坚强。虽然衰落持续壮大，你嘅存在仍让我们每还希望。之后我具体唔到。咁而家应该系咪光翻晒啦？成个地图。好，找到了新的幽光森林，双眼。 好嘢！我冇啲地方未去，有啦。咁而且有个赛跑，我哋睇可唔可以完成到个赛跑？呢度冇路行嘅，可以同小蜘蛛交谈。我哋有好多只，但妈妈说它没有偏好，不过也很难挑选，因为我们都长得一样。 可以同麦拉交谈，那些小家伙把深渊上方的门封住了，真是太好了。
我在心智被夺走时偷走了光，如今他们要你取走也好，光就该待在能璀璨闪耀的地方，阴暗之处就留给我们了。又不是这样的，你呢？你有什么说？黑暗包围了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永远都只有黑暗，还有妈妈。光会让我们有点惧怕。你也害怕我们的黑暗吗？都 OK 的，是有点难打方才真的。妈妈说关上大门为了保护好我们，有什么东西从上空落下改变接触到的一切，也改变了妈妈。但是她恢复了，多谢你。欸，真的光返晒了，那我们可以游历多一次个地图执嘢。喂，哎呀，呢度落去，喂，仲有人打我嘅，点解？都话好翻落个地方，我做乜嘢啫？冇咗黑暗啦，你哋唔好又咁啦。唔好烦我啦！下面仲有个赛跑，我都唔知跑唔跑得掂啊！咩嚟噶？神秘种子可以种嘢。呢度落去，我可以去咗左边嗰边落。系啦，依度未行过嘅，唔知有咩咁特别呢条路，冇特别，定系去埋左边先咧？我惊赛跑好嘥时间。你覺得呢？賽跑先，咦，無啦啦找到粒礦石，剛才真的很趕，一直追著那些螢火蟲飛下來，所以那些東西都拿流了。好，這裡鬥快嘛，來啊，点行点行，右边，黐线，落到依度再上翻去，黐线，有乜睇地图噶？唉，慢咗，中伏，失手，之后应该依边，系啦，应该系咁，已经慢了。其实都是差少少，是那个位置应该得的。呢度一定要用嗰个蓝色，唔可以就咁过。
耶，快过你啊，劲过你啦！轻松松，咁我哋仲有少少时间，我哋去埋左边。行下路都唔得嘅，其实唔知道我咁样，我上唔翻去，我应该行呢边嚟咁。你在发光，你是精灵吗？我试过捉住萤火虫，但他们一直飞走。如果可以找到东西装住就好了。奇怪，我没有东西装了，啲水游不游得啊？这里是翻转头，得的，好。行开啦，呢度咧冇嘅，右边先。咩嚟噶？哦，碎片。跟住左边，系咪呢度系上？系啦，呢个系咩嚟嘅？哦，开呢个，好快啊！呢个区域应该好快守完。咦，嗰度係有個挑戰囉，應該係咁打嘢嗰啲挑戰。No problem 啊，打卒仔。哇！喎喎喎。啊，咁都俾你洗咗嘢喎真係。好，到啦。好，进入挑战，挑战两次，攞埋嗰个分数。呢啲竹就好难打中，但系射箭就好烦啊！你哋系要逼人哋写字，系要逼人哋用埋旁门阻道。喂，睇漏咗你疏，搞掂，多咗个升级难位啦。咁我哋打多次赚钱。
钱又赚咗，又多咗一格，可以摆咩？我哋今次。 敌人嘅生命增加70%， 仲然虽然增加70%， 但会跌落双倍精灵之光，唔使啦。精灵之光会造成额外伤害，上限为3000个。敌人掉落更多生命光球，好似减。 减伤系比较有用啲，咁我哋而家应该要翻翻嚟呢度啦，幽光二字嗰度，我哋睇下有冇办法翻上去 系话要装住佢，我真系冇办法装住佢。算啦，唔理佢啦，我哋睇下点样过翻去先。好，应该就简单嘅啫，过翻去。喂，中计。喂，哎，心急心急，又系心急病。 就到啦，我哋去翻嗰个 safe 位。喂，点噶？呢度唔可以跳翻上去嘅咩？ 餐懵都系行翻呢边，喂，原来唔踩得噶，出声嘛。好，翻到嚟呢个 safe 位。好，咁我哋今日成功打赢咗个蜘蛛妈妈啦，咁亦都救翻醒佢，好彩唔系杀咗佢，咁亦都攞到嗰个咩光之双眼咁样嘅嘢。 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先啦， 鍾意条片 comment、share、like 同 subscribe。下集我哋再继续，係咁先，拜拜。